小女孩叫 Sophia， 她本来很怕咬咬的，现在不怕咬咬了。你看，还跟咬咬坐在一起，你看，你看，小小年纪哦，还不到两岁哦，就这么会摆姿势。而且我妈说她真的很漂亮，眼睫毛真的很长哎。你看老外小孩子就是比较活泼好动，你看不怕狗以后，你看还会跟狗在一起玩嘞。然后她外婆在隔壁一直叫她回去，可是她说不要回去，不要回去。你看，然后是妈妈笑一个，耶。你看他会摆姿势，哦，妈妈亲一个耶。Yeah